喂，Hello，喂，喂，你好，肖师傅，喂，又见到你咯。系啊，哦，今日系哇，今日点啊？今日有啲咩好让大家介绍啊？又好似有一啲好靓嘅二手表啊。系啊，有几只二手表介绍俾大家，二手降临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嗱，数量就好似唔系好多啊，定系咪贵精不贵多啊？今日都几精啊，今日。系啊，冇错啦，当然。只只都好似啊，好嘢嚟噶喎！系啊，我哋边只介绍先呢？有只咦开呀，开始介绍先啦。咦，黑面熊猫嚟一只，系啊，开呀嚟嘅呢只，唔系开踢开呀，呀，系啊，开呀，唔系踢开呀，系开呀。冇错，再劲啲我嘅复应该。古，呢只计古系时表。喂，个圈咁得意嘅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复十，合。又唔系 GMT 圈嚟嘅，系啊，可以领得个个圈，潜水圈啊，潜水圈嚟嘅应该系嘛？潜水圈唔唔系喎，数字肯定我觉得似 GMT 圈咪有啲，系咩？赛车啊，都有 GMT 咩？唔但只系即表系冇唔系，如果 GMT 佢系过二底，四六八十就系 GMT 啦，但系一二三四五，系咪系双啊，可能向太啊？系，系啊，太睇时间会唔会好？唔单向，唔系喎，唔拧得，左边唔拧得，我右边单得。向噶，系啊，可能系真系睇时间方便啲系嘛，有个数字咁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分得清楚啲啊，系，好复古哦，有啲黄色字啊个标系啊，题，呢个圈嘅设计就少见啲，不过可能睇两个时区啊，怀疑，即系唔使用 GMT 机芯咧嚟睇两个时区咯，复黑嘅呢只，啊。以前好似有一只咁嘅嘢嘅，开呀，旧但系都装唔好系重旧。点啊，重点就系佢呢个系熊猫面啊，反面熊猫。冇错，咁呢个系用紧开雅嘅02机芯啦，咁佢系有75小时动力储存嘅呢只表，七都十系几啊，个钟咁犀利？系啊，75小时嘅，我用即嘅计开雅时零二，表嚟讲都好少，去到七十几个钟喎。系啊，睇下机芯你就咪知开啦，有一只高级机芯咯，系啊，你系。睇下机芯就知啦，通踢开常雅计高时级表机，都系40零50个钟都差唔多嘅，去到70都几紧要喎。系啊，机芯比较劲啲咯，应该。黑踢色开雅比陀啊，较。系啊，100米防水啊，有见到。开雅零二系，Swiss Made，几靓喎机芯真系，呢只应该呢系个冇啲属于啲系咪古董嘢定系咩啊？复刻嘢啊？唔系啊，佢复刻，因为以前古董真系有一只咁嘅嘢嘅，系，我即系但系复嗰刻只版。太系啦，复刻版咁样咯。系啊，哦，2019年表呢只，二零一二九零都唔一系好旧。九啊，佢个年份就唔好旧啫，但系佢个款就好似好系啊。复古啊，系啊，其实新四新年地添，表系啊，四年我表，只表新净我都，九成新啦都系啊，系咪都系卜面啊？少少，少系少啊，卜噶系啊，少但少系佢卜，块玻璃好靓，蓝系啊，宝嚟嘅，系蓝蓝宝宝石玻璃蓝面，宝卜面，呢赛个车圈表我应估该应该系睇两地时区嘅。系嘛，系啊，好即系靓喎，表都系上用头，翻同一支针咯，睇两地冇时错，区。嗯。好，咁啊呢只咁新年份应该都有盒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呢只开也有盒有卡嘅，2019年标嘅，咁呢只标嘅二售价系25,800蚊。25,800，咁啊系啊，都冇 OK 错。啦，呢个 Swiss Made 嚟噶嘛，呢只开下都系嘛？系啊，Swiss Made 嘅系啊，仲有日系。历藏咗喺个六点位啊，见唔见到？啊！好好晒呢粒，个匿埋。黑面熊猫，好，咁冇咪上错。次嚟睇睇二万几，27,000几啊？25,800系啊，二二万五万五千千八。八，好，25,800哎，啫条皮嘛，带熊好猫靓，面，呢条皮带嚟嘅，胶带，皮带嚟嘅，好靓喎，条皮带，系咪都系衬原翻个装表噶？面，原装嘅，咁有个开下扣嘅，开下扣，条皮啲料都几靓啊，好似都好新喎，咪条皮带冇用过噶？都新新地，唔系本身只表都好新啊，都有90%以唔系上条皮新带，啦，我见啲窿都好似都冇笃过嘅，好新嘅呢只，好好新新，啊，真系好系新，咯，唔知佢有冇大啊，俾你。因为呢啲用过会睇得出嘅皮带。系啊，冇乜花，我就见到只好，咁表，啊，二应该万冇千乜。八啊，都几新净，肤色。系啦，好，好，下一有只兴趣熊介猫面睇睇啦，下一只，哇，好多计时喎、啊、今日。真历史啊，哇，呢只靓嘢，咦喂，呢只放咪大啲睇下上先。次有只类似嘅嗰只 Open Heart 嗰本啊？
系啊系啊，，open heart，但系呢只系蓝色面嚟噶，大师会系啦。sharp 上过次上佢次有model 嘅六点位都有个盘嘅，今次六点位就冇咗个盘，就变咗呢一个咩啊？reserve 机计系啊，时机唔系时计储能啊，多咗个 power reserve 系系咯个，power 功能 reserve 喺嗰度。系啊，但系同50上个钟。次介绍嗰只呢个左上角嗰个 open hatch 嗰个设计都一样。系啊，好靓啊！松近啲俾大家睇一个转动先。啊！上系啊，次都有介高紹嗰個轉動，佢有啲點啊？佢唔止游絲咁簡單，咪佢好多機械部件喺入面轉緊，仲要係唔同速度，有快有慢啊！系啦，系啊，系即啊。系除咗嗰个摆轮之外咧，都会见到即系佢开多一个视窗系大啲咯，係啊，可以見到好见到多啲機械嘅零件喺入面。系啦，系啊，三个齿轮啊，见到好似唔同嘅。速度转係佢动速紧啊，度上轉得唔同啊，有啲快，有啲慢啊，幾得意啊，感覺。系啊系啊，好有动感啊，我觉得。系，睇下嗰个底，睇下嗰个好靓嘅蓝面，睇下个底，底系都点系啊？蝴蝶扣啦，系啊蝴蝶扣。我都系用紧真力士嘅自家机芯啦，系啊，系呢三万只六好千。似上次嗰只，都系二手噶嘛？系啊系啊，呢啲都系二手。36,000高频嚟嘅。系，咦，Limited Edition 一限量九版七。1,975只喎，以为仲有呢个咩？天文台认证冇似，喺边度睇睇我见到先？certified chronometer 啊嘛，喺个台度写住，系啊，咁就系系噶啦，大师，系啊，系我好好啱眼啊，好见啱，到，见到呢度 chronometer，我刚刚都 search 紧啦，喺边度？系啦，小 S，好正喎，天文台认证添。个机身自然真好力靓士个机啦，身系靓嘅。嗰个独立编号喎，1936/1975啊，系啊系啊，冇错，限量版嚟嘅。好个机芯靓仔啊，先烈自己嘅机芯啊，系啊系啊。哦咁呢只咧，呢只应该都系新正啦，即系嗰个年份都应该都新啦，呢、這个设系计，啊，build 都新正，build 都好新嘅，佢呢只系16年标嚟噶，二一零一六六年，年但系。学。但太好新正啦，真系。好，咁呢只又有冇盒噶？2016/7年标，系有卡有盒嘅呢只，哦，都系 full 试 set 上嘅。咗，系啦系啦，呢只 full set 系啦。好，咁啊 full set 呢只又咩价钱呢？只，喂，原装鳄鱼皮带喎，好似，系啊，鳄鱼皮蛋啦，黑嗯。色嘅，好靓。咁呢只真力士系 full set 嘅，42mm 嘅。咁呢只2016年表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33,800蚊。33,800，呢个印象中好似平过上次一只少少啊，唔系贵贵少少，贵啲咩？但上系呢次嗰只只都就系有30,000几，黑我记得，都差唔多其实两只，争好少啊，呢只差唔多。limited 啊嘛，系同啊埋系啊。佢有卡。啊，好哇，不过呢个计时都可以唔使行咁耐啦，我哋示范嘅时候行紧正常，应该系回翻钟啊，呢个计系时啊针系啊，嚟嘅，唔好俾人误会咗系秒针。呢只高表分其黑实就系冇好秒针靓嘅。喎，呢个蓝面系啊，好呢只靓。表其實冇秒針嘅，佢係見到個擺輪喐就係噶啦。系啊系啊，系呢个当系秒针嚟嘅嗰个动感嗰个效果。好，咁啊幾特別，呢只計時得嚟，佢就同普通嗰啲兩個盤啊、三個盤有啲分別啦，係一個盤嘅計時啊。系啦系啦，好，咁好啊，下一到下一隻啦。只叫Omega。Omega 係乜嘢咧？Dimasa 海马白面哦，啊，黑海馬。呢只好似係波纹面啊，有啲波罗文啊，系个波表面，浪纹系啦，咁啊胶带版，系啊系啊，胶带嚟嘅，呢个款都介绍过好多啦，又有黑面又有蓝面又有钛金属，好多款出过。系啊系啊，呢个款大家应该都好熟噶啦，咁用紧系 Omega 8800机芯啦，都系自家机芯。咁有瑞士戴斯科天文台认证啦，Omega 系啊，系。我都好靓啊，好，咁呢只应该大家都熟噶啦，都唔使咁介绍啦。讲个新正四程十度二系咪 full mm set 同埋价钱，应该都已经够啦。系啊，新正要睇一睇，新正程度都 OK 喎，90噶啦又，90以上新咯，仲黐系咗膜添，见到，黐咗膜啊？咦，系系啊喎，系啊。
有膜呢系啲喎，位系，黐咗膜喎，应该就九几新啦，九几新你个黐咗膜，黐咗膜陶瓷标，就都系应该陶冇瓷标翻面嚟嘅呢只，唔系陶瓷圈，超新咯，应该我 feel 到。黐咗膜就应该冇发丝花都冇啦，照计。系啊系啊，超正！咁我可以当九五新啦，系咯，九个新都可以嘅。咁呢只欧米伽 C-Master 海马40 mm 系2021年10月标嘅，咁呢只标嘅二售价系29,500蚊，哦，肤三色万蚊嘅，有走，系啊，肤色嘅，仲要保用期嘅，系啊，仲二系保万用九期，千仲五，要咁啊，两三年，年标，系啦。好，咁啊都 OK 啊，二万九千五，三万蚊有走啊，肤色，啊！呢只大家应该熟啦，呢只海系马啦，系白呢色只系嘛？咪呢只钢琴盒啊？呢只，系啊，嗰只好靓嘅，木嘅钢琴盒呢个，哦，木嘅钢琴盒，好啊，啡钢系啊系啊，超正！欧米伽啲盒好靓噶，欧米伽啲盒浅啡色嘅钢琴。够大啊，嗰啲盒系，系咪钢琴木嚟？都系嘅，应该。好，下一只介好，下一绍只，精工啊，精工啊，精呢只工要龟驼啊，贵朵啊，系贵朵啊，龟系驼，激少见啊，呢只高级精工啊，但系又未去到 Grand Seiko 嗰只精工。系啊，冇错，Credo 唔系啊，Credo 系高级过 GS 噶，系咩？佢高级过 GS 噶？系啊，我反而唔知，我以为 GS 高级啲添。Credo 系最高级嘅精工嚟噶，哦，啊你唔讲真系唔知啊，就少接触咁嘅 Credo 就系咁，但当然都有分级数啦，Credo，系咪即系呢一个系列啊？佢系系啊，高系啊。级过 Grand Seiko 噶。系，冇错。哦，啊呢样嘢真系唔知啊，因为可能呢只Credo 呢只可能系佢啲款可能少啲，点讲咧？即系冇咁少啲人揾啊，多数啲人中意揾 Grand Seiko 啲唔款系啊，多啲。因为 Credo 嗰个价位好阔嘅，同埋即系个定位系好，个价位系吓、啊？好偏高。系啊系啊，哦，即系再高几级十啲原来。咁。系，因为佢啲打磨好靓嘅，出名出晒名噶啦。哇，Grand Seiko 已经好靓咯，其实。系啊，再高一级咯，即系佢佢已可经能好好靓靓啦。之余，佢可能佢嘅呢只系列个设计再系另一个层次啊，即系唔系嗰啲咩运动表嗰个系列啦，呢啲可能系啲高级啲嘅款式嘅系列啦。呢个系18K 金坨嚟嘅，系唔系啦。金圈啊，sorry，金圈，哦，即系可高能佢圈。走一啲黄金或者钻石嘅路线都唔出奇啦。如果咁讲，都有嘅，都系有。啊，系啊，咁佢呢哦，啲明中间白。都系间金带嚟嘅，呢啲一间一间哦，即间系有金，啲褪咗色噶啦，咪啲咁已经。系啊系啊，因为佢系呢度系磨砂，跟住呢度一字一字系呢啲系金哦，噶嘛，中间一节节嘅系金呢嚟啲好嘅。细嘅呢啲系啦，哦，呢咁啲我好细细嘅，嗰个金，系啦系啊，呢啲细细中粒，间大嗰嚿就系钢。系啊系系，啊，佢好细致嘅嗰个布局，系啊，哦，同埋呢啲位都有呢啲钉喺度哇，咯，佢好得意喎，佢嗰个钉位，两边都有呢啲钉位同咯，埋条带都好特别，都呢只，好厚身嗰条，睇下扣，睇下扣，都系蝴蝶扣。有个 logo，诶，写住 Credo 嘅，系咪啊？我先睇到，见到，系啦，Credo，系啦，十八系 K 喎，啊，18K steel 啊，即系间金咯。日本啊，系 Japan 系，睇下个坨先。哇，哇，好个靓陀先劲喎！喎，个陀先金喎、啊，喂，好靓喎！4S 机芯呢只，4S77A 啊，见到系，好，一咁啊百呢米个缝，系列就高级系列啊，比较少啲接触，好靓好靓。好，咁呢只咧系呢只个年份咧系新唔新净嘅只年份，呢只系正标嚟正嘅，标嘅，啊正正标。标。正标咁可能个年份都唔知啦，大概唔系好旧啊，呢只都系一几年咁样咁上下嘅，OK，咁啊睇下咩呢只 function 佢先。系啦，有咁多盘嘅，有两个盘加一个储能啦，似就啊唔系储能喎，嗰个系日期嚟嘅喎，系啊，右边呢个就开咗一个扇形嘅设计啦，咁系就变喎，得好美观啦，系即啊，系星期逆跳嚟嘅，好明显，即系系嘛？佢会可能 Monday 一跳跳翻去 Sunday 咁咯，系哦，咯即系系咯，嗰逆啲跳后同尾嗰啲类系。似嗰啲咩 flyback 嗰啲啊，类似，类似，但系叫逆跳咯，我哋叫做呢个。系啊，跟住中间秒针啦，即系三针啦。跟住，咦？左边系有日日历嘅喎，呢个系日历嚟噶，呢个日期6点位日日期，呢期个系星期廿四呢个小时，GMT 嚟噶，
呢个系咪啊 GMT 嚟，GMT 嘅？添啊，净系而家个仲价有廿点啊？四GMT 嚟噶，呢个咧上面嗰粒的咧可以罩嘅，呢个系咪？哦，系啊，拉出嚟试下就知啦。拉出嚟试我下。试过啦，之前系拉出嚟，系啦，咁佢咧就可以独立校个时针嘅。咦，系喎、哦。哦，即系校第二个时区啦，将系。系系啊，啦，系系啊，啦，呢咁度啊。咁左边个盘就锁住咗嘅，咁就两个时间啦。哦，明白。原来系咁样，同埋咧，即系佢你嘅最盘其实设我计觉得啊，佢最特别咧，就系嗰个咧18K 金圈咧系用罗马数字嘅，系系咯，嘛？好似系罗马数字嘅个圈。系啦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V 六七哦。系啊系啊，罗马数字。系，咦？咁呢只佢个款，睇下先，佢应该都唔系好细只系嘛？应该系男装表带系嘛？呢只有39mm 系廿三九都接近三，男装，因为呢个款睇落咧，佢设计好似有少少细只嘅感觉嘅，其实，但系我睇个实物而家睇好似唔系好细。其实好好精致啊！呢只 OK，好精致啊！我觉佢唔得细只噶，唔算好大只，但系好，但系上手要好大三廿咯，九我就觉得。啱啱好咯。系啊系似啊，地三通廿九好个似 size，又唔系，厚啊只表又。哦，39即系差唔多地通话 size 啊，地通话39系添啊，啊，似地通 size 似嗰啲，系，系啊系啊，但系只表做到好精致，好靓，就系都好新只。呢啲高级嘢啊，吓咁啊高级嘢又竞标又咩价钱咧？咁呢只 Credo 嘅二售价系19,800蚊正标嘅，哦，19,800，咁个价钱系又唔啊系好系贵，如果你话系仲高级个 Grand Seiko 嚟讲嘅话。啊，系啊系啊，功能都多噶，有星期有日历，同埋有 GMT 系啊，都系多功能。好，同埋个款就比较另类啲啦吓。同埋18K 金圈啊嘛，都系啊，有系18K 都靓嘅，个 Credo，坨同埋机芯，好咁啊，有兴少趣见睇啊，睇啦，只20,000又找啊。少见，俾我玩下先。系啊，下一只介绍雕陀 雕，Black Blake，陀哦，又有雕陀啊！啊，呢只早排都阿有介新绍嘢嚟，过只金文锦啊，今次就系啊全系啊，钢。全钢嘅黑色面系啊，呢只都系有70小时动力储存啦，雕陀。大家都哦，呢知只道，系咪新扣啊？旧扣嚟嘅，乜旧扣？系啊，冇快速微调噶呢只，呢样即快系冇快斋速，督窿咋，系斋督 OK，窿嘅呢个，明白。咁密底啦都系，试上手俾大家睇，41mm 41都算大嘅呢只。嚟嘅呢只，系啊，大装嚟嘅，雕陀入边系啊，防水巴的嘅，潜水巴的。系啊，防水有200米嘅呢只。哦，咁呢锁啲螺锁就巴啲的，款就锁巴的，好大路啦，呢啲款就系啊系啊，当襟轻啦，黑面呢只都介绍过噶啦，系啦，都而介家绍话过俾啦，之前系啊，大家知个价咁钱呢啲啦。咁款呢我只相雕信陀，系都唔算旧，呢款都叫现款啦，咁应该都系 full set 啦，系嘛？系啊，肤色。咁呢只系2021年5月标嘅，咁仲系保用距离嘅。咁呢只标嘅二售价系14,800蚊。哦，14,800。系啊系啊，两年标啦，系啊，仲有3年保用嘅。OK，啊，咁啊，同阿周杰伦嘅价钱差唔多好似。系啊系啊，好，咁呢、啊这个可呢，能就稳啲咯，系系呢，sporty 个啲，运动款啲啫。都新只。好，咁有齐睇下，入 full set 都系10,000蚊啫，雕陀啊。系啊系啊，41mm，好，下一只介绍劳力士，诶，有劳力士出场喎，好耐冇见过劳力士喎。16520。哇！好呢只耐冇白睇，底，系啊，白底啊，钢圈啊，钢白圈，底嗱，呢只咧，我对上啊接触呢只嘅时候，应该个价钱应该系20松啲嘅，而家唔知几多钱啦。而家睇下就知啦，睇下只表先啦。睇下只表先，转头话俾你知，都好，好好正。唔系因为呢只表好讲佢嗰个年份啊，跟住佢嗰啲 set 啊，新唔状新正态啊。啊，一路嚟就睇呢啲嚟去定个价嘅。V 头嘅，V 头09噶，哦，即系要系啊系 check 啊，先嘅。我上网炒咗，睇下夜光，睇下个夜光啊，睇下先，上网呢只炒晒资应该料绿啦。光啊，如果 V 头就诶，后六啊六啊，系大绿师傅光头，系，如果09应该绿呢只光，2009年啊，呢只，系，因为好后期先系蓝光，我记得09年，16520，我相信可能系咪竞标咧，我估啊，呢只系竞标嘅，冇错。系。
系啦，下通次常估中咗，系啊，通常呢啲年份好多都系会咁样嘅啊。系嘛？09差唔多，09正标其实好常见啦吓。如果09佢俾到 full set 有埋合约晒剩咧，咁个价钱我相信会更加贵。交完起码争四分一噶啦，但只系啊，表好新正咯。因为09正标系合理嘅，咁当然视乎质素啦，睇都 OK 靓仔嘅都。好新鲜咯有冇嗰啲咩噶？呢只类有冇嗰啲上行啊、抹油记录、上行纸之类冇嘅？噶冇噶，冇嘅，都系正标，斋表，斋表系正啦。表啊，正明表啊，白。咁呢啲如果有需要就自己上行 check 啦。咁就系啊系啊，冇错，可以上14楼嘅。咁呢只劳力士116520正标嘅，咁呢只表嘅二手价系14万6千，2009年 V 头。14万几嚟噶？14万6千系啊，哇，跌咗好多啊，真系系啊系啊，大师十跌好四多万啊！你呢哇，一年嘅楼市白系地跌到就14万6啊！好新鲜，真系之前啊跌过20都叫做平啊，而家跌咗几万，系啊系啊，而家抵玩啲咯，而家相对嚟讲。系不过就佢可能冇卡又叫抵玩啲啦。如果有卡，我谂应该都我谂15、16都有啩。不过真系唔知嚟噶，而家个市好难讲。即系有兴趣入劳力有士卡，观浪，而家呢个价系抵而嘅家啫。如果有卡唔系争1、2万嘅，如系啊，果系啊，呢只表系啊，系啦，因为白地黑地都系贵噶嘛，系一啊，轮应该唔止争2万。啊，因为呢只表咧，好多人玩咧，即系尤其是特登买白地翻嚟咧，换咗个黑陶瓷圈啊，哦，扮熊哦，猫。系啦，咁有好多人都咁样玩，又见到，咁系唔错，呢只仲要佢系幼身圈嘛，唔系话嗰只，因为如果你话系黑面嗰只咧，佢嗰个咩个三闪圈嗰只咧，个圈就会粗啲，咁呢只个圈好似冇咁粗，我见到。系啊，冇错，冇错，系因为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右圈咧，呢只右圈再如果换咗个陶瓷圈咧，个感觉系靓过粗圈嘅，粗圈就换就冇咁好睇。好，咁有兴趣睇睇14万几一只16520嘅 Daytona，暂时嚟讲我近期见到系叫做算系新低嘅，真系。系啊，系啊，好，下一只未啦。啊，就去考虑下啦。咁下一只系雪田啊，十天啊，呢只彩十蛋嚟噶咯，系啊，彩蛋嚟嘅。个彩蛋嚟嘅啫。系啊系啊，彩蛋即系应该几抵玩喎，但佢又系计时喎。都系瑞士基金啦，我估都系，一定佢瑞呢士个基布局系咪9点位系秒针啊？9点位系秒针喎，系喎，但系呢只系正标嚟嘅，系都系点一知？几年标嘅，哦，但系唔知年份。一几年我如系果十 ET 年到咯，应该十年 ET 到，嘅机会大啲嘅，如果佢个年份旧啲，会就系。ET 嘅机会大啲咯。不过唔紧要啦，总之都系瑞士计时基金啦。依我哋都系猜测嘅啫，我睇个布局似系7750要揾或一揾，者 SW500，好啦好啦，蝴蝶扣啦呢、這个 Satina 蝴但系蝶睇个扣，布局都好相信，都好大陆似嗰类噶啦。系啊，都好靓，仲买海龟啦，有系啦，只有海只，龟啊，系啊。不过唔紧要，最紧要睇个价钱啫。你话得彩蛋嘅话，咁又系瑞士表，又系呢个计时基金，咁我谂都会有翻上下保证噶啦。咁啊，睇下价钱系几多先。咁呢只 Satina 系正标嘅，咁 size 系44mm 嘅。咁我都呢大只只表喎，嘅售价系3800蚊，哦唔系啩？3800，三系千八，啊系啊，有兴趣就快啲啦，大家系啊，彩呢蛋个仲就要到你快啊！嗱，啫，瑞士只计有一时只表啊，只啊，嗱有一只，3800啊，到快，系啦系啦，好新正啊都，有兴趣就 cap 图啦。好，仲有冇彩蛋啊？好冇啦。冇啦，系咁多啦，大师，好，咁啊，今日今日介。都叫做只只精彩，好多计时表啊！我觉得呢只好精彩，呢两只都好精彩。Cradle 嗰个好系，精彩，哇，好多计时表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下次有新表嘅时候再喺度同大家见面啦。好好，多谢大好啦，家，拜拜拜。拜。